血口喷人，置我于死地。为何？为何？为何如此恨我？ ，受尽摧残却没有死绝，还是恨我卑微至此也能活在人间？你是恨我看遍世间的阴暗龌龊，却仍心怀有希望，还是恨我居然心怀报复，而不是和你一样奸淫无辜、欺负弱小？郑山峰。 恨我不如恨你自己。双方各执一词，无助裁决。我方愿意出示证据，用事实说话。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警方通缉郑山峰公告在此，上面清晰地描绘了郑山峰的肖像及所犯罪行。这张告示张贴于华界各大马路，证人陈义志即便宣称自己未被郑山峰告知实情，但也不可能对此通缉告示视而不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陈义志申请提交重要证据。张局，放心，没事。尊敬的审判长同志，各位。 这是广州通贸银行出具的上海立邦银行涉案支票的对取时间和地点的记录。郑山峰在上海领取了立邦银行4765至4774号连号支票，并于5月14日在广州进行了第一次，也就是4765号支票的对取。而3日后，也就是5月17日，上海华界警方才将奸杀嫌疑人。 锁定为郑山峰，上海警方的通缉告示的落款时间更晚至18日，由此可见，被告陈义志将支票交给郑山峰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抗衡攻击力。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刚才被告陈义志以如实的陈述证人郑山峰对他的勒索事实，在过去。 他是郑山峰勒索行为的受害者，而今天更是他伪证行为的受害者。公诉方还有何证据补充？我方需要时间整理。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被告陈义志请求法庭判决。 被告陈义志，包庇罪嫌疑。 证据支持不足，本庭判决被告陈义志无罪释放。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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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